恭喜曬 Jeremy 先啦，終於有自己個人嘅 show。咁你收到呢個通知嘅時候，心情係點？心情是很驚訝啦，即係頭先有講話，其實我第一時間收到花姐 message 嘅時候，我以為是佢講笑或者係 send 錯 message 嘅。咁後屘佢真的話是你的音樂會嚟㗎啦，跟住我先哇，原來咁真係㗎，跟住就很驚訝啦。同埋因為咁啱我阿媽喺隔離咧，跟住我阿媽同我一聲哇，你終於有啦，終於可以睇你嘅 show 啦，咁樣一個好非常之興奮嘅狀態咯。我又冇眼濕濕啊，因為仲處於一個震驚嘅狀態。我喎，我得三首歌開 show 喎，即係嗰下係，我就即刻諗啦，啊，我要點樣點算咧？啲歌點算咧？就快速諗下我啲歌單應該要點算咯。因為今年年頭嘅事情收到嘅，咁即係嗰時諗緊啊，死啦！咁我啲歌應該點咧？我要點樣去？因為其實我冇真係冇 expect 過自己咁快開，所以我其實根本冇諗過自己個演唱會應該係點樣嘅。咁所以咧嗰段時間咧係即刻快速喺度不停掃啲音樂，即係睇下有啲咩歌係啱自己想唱嘅，啱呢一個音樂會嘅。所以就呢一下就令我有啲殺得有啲好嚇，突然之間唔知點算好咯，係咯。係啊，不知所措咁樣。阿媽。係啊，我媽話好想睇咯，你一定要留飛俾我啦，咁樣啦。呢個願望係成真到啦，要留飛俾阿媽。應該我死都會留俾佢嘅。多就唔知有幾多。係啦，但係死都會留一張俾佢嘅，起碼都要。咁今次演唱會嘅主題諗住係點樣咧？有冇諗過？今次的演唱會主題就是以 The Prism 咁樣嘅一個靈鏡的方式啦，跟住係希望可以透過一些光的折射，可以令到自己有七彩顏色咁樣，即係都希望寓意，希望自己可以在舞台上面，你睇曬成個演唱會可以看到不同面貌的自己咯。嚟緊即大家都見慣我做繞嘅嘢啦，咁我覺得有時候有啲man 啲嘅跳唱啊，即係有型啲嘅跳唱啊，都係我想 show 到俾大家睇到噶啦。跟住可能大家都冇見過一啲好開心嘅自己嘅樣啦，都可以俾大家睇到啦。跟住有啲可能再繞啲嘅表演咧，即係呢一啲係希望真係可以有唔同嘅方向俾大家睇到咯。哇！個個都問呢、這個，我依家有蘋果肌，肌肉 ready 緊，準備緊，希望啦，希望可以 show 到啦，係啦。會唔會行少少性感路線？哇！性感路線係伴隨住要肌肉嘅存在，我都希望嘅，但係我呢兩個月會加油㗎啦。兩個月都係啊，得翻兩個月啫。操咯！依家日日佢都喺度舉。哇！佢大隻過我咧，你叫佢除先啦，不如。喂，如果佢七月除到咧，我都可以即刻除噶，係啊。但係我諗佢應該除唔到噶啦。你係唔想除唔到，所以你就唔使除。梗係啦，我預計佢應該唔會除嘅，所以好大膽咁樣講呢句説話。咁係咪應該即係都拍戲嗰度殺光，就呢兩個月係咪開始已經全力去籌備個數？係啦，我自己嘅部分咧，琴日已經殺科啦。咁所以咧，依家就係可能仲要拍幾日嘅 Mira 嘅團綜啦，跟住就真係呢段時間就專心準備音樂會啦。咁之前因為係咁傳話之前嗰幾個係開 show 名單冇嚟，跟住啲 fans 咪好緊張咧。但當時你自己已經知有得開噶啦，係真係好唔知點樣講，發錢嗰邊。係啊，因為其實我又。知佢哋好心急啦，但係我又唔講得嗰下係好屈住，哎呀，其實我好想安慰佢哋，哇！我真係其實有嘅，但係係啊，又唔講得，因為唔可以爆出嚟啊嘛，即係跟住就一路忍住，忍到去到最後，即係之前出咗個 poster 咁樣，終於可以啦，跟住我就我真係同大家講，係啊，我有噶，大家放心啦，咁樣，即係嗰下係有少少對唔住 fans 咯，係啊。我覺得是預告住我一定會喊嘅，因為其實我自己在聽自己的 rundown 嘅時候咧，有些歌咧係聽聽下會自己眼濕濕嘅，即係我好想像到當刻的畫面應該是會令到自己落眼淚嘅，但我希望自己不要啦，因為會影響唱歌。會唔會唱下啲即係可能你偶像嘅一啲歌啊？或者兄弟嘅歌啊，兄弟嘅歌就。
因為大家，我覺得咧，大家太近咧啲時間，所以我冇特登揀兄弟嘅歌，咁就揀咗好多我自己中意嘅歌手嘅歌啦，同埋有唔同語言嘅歌啦，跟住有好多 part 都係跳唱啦，即係其實你會見到我由頭由一半嘅時間都喺度跳緊舞咯，係啊，係啊，所以我依家係。做 gym 嘅時候一定要跑半個鐘嘅步先咯，即係練下個氣先咯。咁你個做 gym 嘅 schedule 係點啊？每日做 gym 嘅 schedule 就係唔使拍攝就一定要去做 gym 咯，係啊，所以冇辦法呢啲係要勤力啲嘅。即係配合埋飲食啊。要啊，其實依家開始要慢慢食多啲清淡啲嘅嘢，同埋食多啲雞肉啊呢一啲，即係增加肌肉嘅嘢咯，即係唔好食咁多辣嘢其他嘢咯。保護把聲咯，都可以。咁你由操開始到依家咧，有冇話啲有冇進展成果咁樣？都有進展嘅。咁花姐都話我最近還咗少少嘅，冇咁薄啦，係啦。嗯，好難還得過花姐。花姐嗰啲唔叫還，嗰啲叫豐滿。嗯。咁自己個心情依家會唔會都真係好緊張咧？因為定係不斷喺度改緊。每樣嘢都想加落去。其實我係嗰啲即係一定咗落嚟，我就唔想改太多嘢嘅人嘅。我覺得係要即係早啲定落嚟，跟住就可以慢慢雕琢件事，就唔好係咁改，係咁改，改亂咗自己個 schedule 咁樣咯。所以依家其實基本上定曬所有嘢嘅情況下，我就要專心練習，練到最好就 OK 啦。咁有冇問啲兄弟取經？佢哋之前錄過有開過 Move Live。我都有問下佢哋噶，跟住佢哋都，但係咧，因為咧佢哋係錄過開啦，即係好似 Mira 咁樣，即係大家會有時候可以 share 下時間，就好似冇咁攰。咁同埋大家都係今年第一次開 solo 嘅 concert 啦。啊，唔係喂，有兩個兄弟唔係喎，之前都係開過。咁所以係都即係之後要再問下佢哋點樣去嗰時嘅感覺係點樣咯。會唔會都反而要練多啲講嘢，去 hold 住氣氛？我諗係，我諗講嘢係我最差嘅嘢嚟噶，咁所以係到時候可能要度下有啲咩可以同大家 share 下嘅嘢咯。帶埋只貓上嚟。哇！我驚佢走都唔知去咗邊啊！佢跳得好快，所以我就唔會帶佢上嚟嘅。嗯，每次 Mira 開 show 都有啲炒價啦，咁會唔會今次都有咩方法去回饋啲 fans 咧？係，今次個音樂會咧，除咗係真係以換飛嘅形式得到飛之外咧，其實我哋都為 Miro 準備咗一啲飛嘅，咁希望之後可以公布一啲詳情俾大家聽到啦。跟住都希望真係大家唔好買黃牛飛啦，因為都真係犯法啦，同埋都真係呢個炒價對於大家嚟講係一個好大嘅負擔。同埋我覺得音樂會始終今次係第一次啫，咁我覺得希望以後都會有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咁大家一定都可以參與到嘅，我相信。我想係夢想係 Move Like Jeremy Unicorn 夢想係見證 Jeremy First Solo Live請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記得按鈴鐺